我当有这个水了，我真的要感谢你 Stanley 了，这个水他接受了我这个水的时候，其实我整个身体都有很多问题嘞，因为我是甘蹦人，那甘蹦人种菜的钱，我很多问题，包括他刚才说那个头啊， Mr. Lee 也知道我的超头啊很多血的，所以我一打到这个水的时候我就祷告主耶稣，这个水给我的，你要我做什么？哎呦，突然间一个感动全部喷到我了。你知道我一天要用几瓶？3瓶来喷。好，还有一天我就用了啊，那个啊，我觉得是不够的呢。其实我开始是想给我的先生的，后来我就买到完了。知道我明白到完吗？如果你在3月4月看到我的人哦，你就看到我的脸。我的。